哎，今儿应该是银杏回门的日子吧？等等吧。已经过了正点了，等他来了再说吧。哎，他会不会忘了？临走的时候我吩咐过他，没准儿啊是玩美了。芙蓉帐里度春宵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银杏不是那样的人，叫人催去。哎，王爷，您可是王爷，别失了身份行吗？一个丫头用钱买来的当亲戚，大红轿子嫁出去，这已经够了。他要是来了呢，有他四碟干果四菜一汤，我们也不欺负他。要是不来呢，咱也不能礼贤下士，对吧？我这刚一句话就惹出你一套全本的三国来，至于吗？那丫头啊跟孩子一样，不能惯。我倒想惯孩子呢，咱有吗？想惯也没法惯啊。你是诚心要跟我怄气是不是？我不吃了。吃，我吃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儿。自打进了这个家门，我犯过七出之条吗？我给他撑着面子，我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，我容易吗？我，哎呀，那没说的都在额娘眼里呢。要说抬不起头来的，我就是没给他生个一男半女，可那怨得着我吗？我不是没怀过呀。你们俩呀，倒是应该有个孩子，看过大夫没有啊？额娘，别找太医。太医院里啊没有产科大夫，这光绪宣统两朝，这紫禁城里啊就没添过一个孩子。这产科啊早就饿跑了，要找呢就找民间的。早就找遍了，开了不少方子，不丁事儿。哎，你等等啊，等等。额娘，哎。您找什么呢？珠宝可没用啊！哎呦，这可比珠宝有用啊！哎，你快看看！哎呦，方子，这是从宫里头传下来的。大康熙、乾隆爷那会儿啊，就有这方子了。那些嫔妃们呢，都把它当成宝贝。刚入宫的那些啊，不摸门还得花大价钱啊，从太监们手里淘换呢。这是做胎的方子？嗯，可不呗。要不啊，那些老祖宗怎么都十几个、二十几个皇子，外带一大群格格呢？这方子啊，就叫绕西红。额娘，想不到您还有这宝贝呢。怪不得老王爷娶了七房福晋，就您生下寿元了。有这方子啊，也得有这命，不是啊？到了咸丰爷啊，就留了同治爷一位，同治爷、光绪爷都落了个法子无后。按说，他们那些个三宫六院的，也该有这方子。我跟他们可不一样，我怀过呀。您吃过吗？我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您吃了灵，我吃了也准灵。您把它赏给我吧。哎呦，别抢了，这不就留给你的吗？儿媳妇儿，谢谢额娘。你可得看仔细喽，这上头的药啊，可不好配。花多少钱我都认了。藏红花还得够分量，川芎得挑地方，紫河车，哎，谁病了？甭问，配得上配不上啊？
这可不少件呢，寿元的。我的。你哪儿不舒服呀？没瞧出来啊。嗨，你外行，这八成是坐胎的。你听听，这儿有内行的。哎，寿元这是怎么了？闲极无聊，想要孩子了？嗨，复辟完了，他也没戏了，不得回家抱娃娃？娃娃在哪儿呢？他不现成啊。哎，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成屎味了呢？大实话，他有什么起啊？挑粪的进门，臭的家了。残疾也有车马炮啊，那也比你强。这不，段祺瑞派人来了，让他帮助训练陆军呢。段格肥，哎，他接了没接啊？没有，他哪是伺候人的人呢？一口回绝了，连个缝都没留。哎呦，这可是机会啊，和总长、次长平起平坐，他怎么就没接呢？您糊涂了，那是民国的官儿，他哪瞧得上眼呢？你管他哪国的官儿呢？官儿总是官儿吧，这当官的总比那闲着好吧？要不他还等着大清还魂呢，有那日子吗？哎呀，管他当官不当官呢，那当什么官日子不也得过吗？眼前他没有个一儿两女的，我在那门里头也直不起腰来呀。英孩啊，你要还是我大哥，你就给我打着灯笼钻地缝，也得给我把这配齐了。这可不少银子呢。花多花少，你跟我拿。得嘞。哟，真新鲜。你还会浇花呢，往后会的更多呢。这院子的花鸟鱼虫啊，全都归我了。这不是有下人吗？那我干什么呀？却将万字平庸册换取南山种树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嗯，问辛弃疾去。辛弃疾，哪府的呀？没听说过呀。他呀，在我书柜里呢。哎呦，啊，王爷，水大了，淹了。哟，王爷，这哪是您干的活儿？您还是把水壶赏给奴才吧。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好事儿。打开行钱了？比那实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嘿，还装神弄鬼的。各位，我们老爷真的是去北京了，不在家。嘿嘿，滚了，还不起当初别借呀。翰林怎么了？倒回皇上的年月，欠债也得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。还，我们一定还。各位，再容我们几天。我几天？三天还是两天呢？我们想法子，想法子。想法子还是没法子呀？前清的翰林家里怎么也得有几个值钱的东西啊，古董字画那拿出来就能变活钱。就是，只要是有皇上一道圣旨啊，送到古玩店，怎么着也得换个仨俩的呀。那也得看是哪皇上的圣旨，康熙的值钱，宣统的你要吗？比手指强不了多少。这是真是。我可是扛不住了，开门七件事儿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哪样少得了啊？如今连奢都没地儿去奢了。你可是一家之主，别装没事人啊。哎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
万某人一介天子门生，想不到也有这一天。这要账的明天可还来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我看连初二都躲不过去。哎，坐吃山空，如之奈何呀！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干脆你去趟北京，跑趟寿王府。你要我去麻烦王爷？你这些年不都在为他们大清效力吗？皇上还不使唤饿死鬼呢，这没功劳总有苦劳吧？向他伸伸手，还不是应当应分的？不，我和寿王爷是道义之交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君子齿言利呀。那你先把我休了吧，我们娘俩是跟你过不下去了。王爷也是坐吃山空，不好开口啊。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，好歹他也是个王爷，有民国优待着呢，咱们有吗？哎，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。哎，贤妻啊，除了这个，鄙人无不从命。除了这个，除了这个，你还会什么呀？让你到娘娘宫摆个挂摊，你拉得下脸吗？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万翰林在这儿住吗？我不在。哎，快，快去挡驾！快！我不去，我又不是门栓，你自己挡。这不敢动问。请问，这位就是万年青万翰林万大老爷吧？不敢。请问足下是？免贵姓孙，鄙人在天津卫有个小小的名号。哦，孙经理，久仰久仰，快请坐啊！哦，乖，不哭哦，乖。请翰林公挪步，咱们找个地方小坐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不成敬意，翰林公先笑纳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意思，一点小意思。无功受禄，这绝不可以。你听我说呀，有事儿麻烦您老。哦，我们老爷子呀，眼看就七十整寿了，庆寿三天，唱两天戏，那都好办。可是老爷子的寿账啊，就难办了。天津文笔俱佳之士甚多，这有何难？嗨，家父挑的就是身份。前清考秀才一直没考上，成了心病了。嗨，这回呀，非请个翰林公不可。哎，帮忙吧，就请万老爷大笔一挥了。可是，不才从来没有写过呀。您客气，我都打听了，北京那些王公中堂的府里都有您老的字儿。张勋张大帅做寿，也是您写的寿账啊。是不是嫌钱少啊？我有厚报啊。不，是愧对后赐啊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后天是正日子，我派人来取。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哎，手面可真够大的。哎呀，这个年关总算是过去了。哎，你快写啊！我这只狼嚎啊，是替王爷写过奏折的，替皇上拟过圣旨的笔呀。如今要为奸商庆寿，而且还是一个连秀才都没考取的奸商，我实在不甘心啊。可人家有钱啊，你不委屈谁委屈？老爷，你就看在少卿的面上，委屈这一回吧。只怕此门一开，
此门就难闭了。咱们呢，先交了这个卷儿，以后再说以后的吧。万年青，你是个俗人了，俗不可耐呀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喝！哎，干一个，干一个啊！父亲大人，瞧这笔字儿，就跟字帖似的。哎呀，翰林公的字儿，那当然是笔酣墨宝，当年皇上的圣旨，那都是他们抄的。福如东海之皓，寿比南山之松。好啊，好啊。万翰林。这儿是不是写错了呀？有何不妥？您看这年月，现在是民国七年，怎么写成宣统十年了？错了，麻烦您老快改过来吧。后酬我马上奉还，告辞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万某是大清的孤臣，只知大清正朔，不知其他。如果足下非要民国字号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没错，您没错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我要的就是宣统十年，你懂个嘛呀？这才值钱呢，给翰林公加钱。好好好好，不说是润笔费，您留着赏人。当时是这么说的吧？知音难觅呀。哎呀，您辛苦辛苦啊！来人呐，把寿章挂出去，挂在中堂。徐世昌大总统派人恢复读经课，徐世昌派教育总长前往曲阜祭孔，亲题匾额万世师表，大中小学堂一律恢复读经课。洗脚吧，水凉了。没看我这忙着呢。你给我洗吧。你让我洗，委屈你了。你在寿王府不就是伺候主子的吗？就没给寿元洗过脚？哎呀，让我也享受享受王爷的福吧。王爷从来没让我给他洗过脚。你没给他洗过，他给你洗过。你欺负人！你谁欺负谁呀？我越想我越冤，就是那些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哎呀，怪不得大清亡了，该！啊，乾清训帝13岁万寿，总统府派人致电。登这干嘛？没得登了，出来给我洗脚。你了，今天，你给我在哪儿买的那些假药啊？丁点都错不了。我给我亲妹妹办事，我还能打马虎眼吗？啊，就那药引子、鱼肚、蛐蛐，那都是过了冬的原配的。可是药渣都兑得跟山似的，它怎么就不管用呢？那，兴许是那药方不准。没方子什么事儿啊？他要是有事儿，王爷从哪儿来呀？别急，咱还有一说，这毛病不出在咱这头，在寿元那头。你混蛋，说这话你就找抽吧你啊！过门头二年，我不是怀过吗？那孩子不是寿元的，是谁的？啊，许是药力没到，要不再吃几副试试？这五毒俱全的方子，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。这买药的钱可花的差不多了，
要不，您看您是不是一回二回那么些钱全花了？您不信，我这儿有账啊。有账也是花账，钱不怕花。你给我实心着点儿。你可别太黑了，这是给我办事儿呢。哎，福晋，福晋，王爷吉祥。嘿嘿，你干嘛来了？啊，我阿妈病了，老病根犯了，她来告诉一声。哎哎，是，家父念叨舍妹，想让她回家瞧瞧。那去吧，去吧。哎，你给我拿几十块钱来，我有用。又要施舍给谁呀？不。嘿，这是多少啊？行，就是他了。我在琉璃厂发现一幅好字，王于洋的，别让他跑了啊！嘿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哎，狼叼了喂狗了，不是？要不您再给拆对一份？家有万贯，也有不变的时候啊。谁家有那么多现钱呢？拿去先当了，回头再赎吧。哎，得嘞。哎，哎，给姑奶奶，就你吃那药，没跟他挑明了吧？他额娘说，瞒着本主，要挑明了就不灵了。哦，快去吧。哎，掌柜的，哎呦，王爷来了。现钱，字呢？哎呦，王爷，我得给您告个罪。您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来了个人，总统府的文官长。他一进门就瞧见了王于洋，说什么也要立马拿走。你没跟他说我早就定下来了吗？说了，可他不认这壶醋钱，说给定钱了吗？你就该说我取去了，转眼就到啊。他说了，没给定钱就不算数，割了四十块大洋就拿走了。我不管什么总统府马统府，我就记你的仇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我再进你这门，我寿元俩字倒着写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王爷，王爷，您严重了，小店承受不起。您坐下，您坐下，听我下情回禀。我不听，我最恨势利眼。哎，王爷，您别生气呀，您坐，您坐，坐下。王爷，您等等啊。王爷，您看，陈州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你小子耍我，闹了归期你没出手？出手是出手啊。哎，王爷，文官长拿走那幅是仿的，那这幅呢？王爷法眼，您自个儿瞧。不要，总统府那头要识破了，找后账呢？没您那么盛名，他四十块就是个仿的价。哦，那这幅你准备要多少？王爷，您瞧着赏。好你个奸猾坏啊，变着法的抬价。我这没开封，只多不少，就这些了。谢王爷，我琢磨着，大总统今儿换明儿换，去了穿红的，又来了挂绿的，不管到什么时候。王爷还是王爷，哼！你小子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自古英雄有血性，岂能怕死于贪臣？银杏，哎，银杏，哎，银杏，真是你，跑什么呀？没听见我喊你啊？奴才参见王爷。哎，你们家就住这边？哪门啊？不不不，我不住这片。哦，嚯，你拿这些东西给谁送去啊？我是路过。哦，这么一大堆，急得动吗？我给你叫辆车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行。林香，这二年过得好吗？托王爷福晋的福。挺好的。哼，我
还大，你把我们全忘了。逢年过节的不说，连回门你都忘了，让我们白等你半天。奴才有罪。哎，你得改改口了。什么奴才奴才，咱不说好了吗？按亲戚走动，这样没人敢瞧低了您。回去瞧瞧吴俊。王爷，您保重，您先跟您告假了。哎，一下，哎。这回让我抓着了吧？啊，奸夫淫妇，你压根儿就没断呢！你，我跟王爷是遇上的，同一回。你还敢骗我？你再说，真是同一回，真是遇上的。我让你骗我，我让你再骗我，我让你再骗我，让你骗我，骗我，骗我。快说你，你装蒜是不是啊？我让你装蒜，我让你装蒜，我让你装蒜。你别打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有了。有？有什么了你？我有你的孩子。我觉得，您这个药得赶紧吃，要是再不见效的话，那咱就得另想辙了，十万火急。你这唱的是哪出啊？一句话吧，赶紧要个孩子，要不然这万贯家财全归了旁人了。旁人啊？谁呀？我可不敢说，您那脾气，说半截留半截，诚心跟我火吗？不行，你得给我指名道姓的说清楚了。他外头有人了。不信。算我没说。哎，可是你已经说了呀。谁呀？是八大胡同的还是哪家的小家碧玉啊？其实我要指实了，您准相信。他可不是外人，打这个院里屋里哇啦嫁出去的。银杏。我可没说名字，但是我亲眼所见，两个人在小胡同里是拉拉扯扯，缠缠绵绵，如入无人之境啊。怪不得那封洋钱八成就便宜了小妖精了。想当初他还想勾引我呢，要不是我自己留个心眼儿，也早让他给拉下水了。我哎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您下来，您这不是正好给他们腾地方吗？暗盖改成明铺了。姑奶奶，我求求您了，您下来行吗？您下来，您别走走走走走。现在最要紧的是男的，赵元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吃顺不吃枪，死牢他都不怕，还怕你跟他翻车呀？再说了，你跟他翻车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他写封休书，您就净身出户了。哎呦，姑奶奶别哭了，我这……哎呦，我……你小点声。哎，陈州策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哎，王于洋的字儿漂亮。哎，怎么挂这儿？要是有个孩子，就没这事儿。无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别说他在外边偷着摸着，
就是明媒正娶的娶进几个小的来，你也没得说啊。谁让你肚子不争气呀？我就是不让他娶。你先不占理啊！当初你公公老王爷有了正福晋，怎么还左一个右一个，跑了我们六七个呀？冠冕堂皇没儿子，你总不能让堂堂一个郡王绝了后吧？我又不是不会生，他干嘛还要找那野娘们儿啊？那药吃了没有啊？管不管用啊？哎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不会吧？我也纳闷呢，那药怎么您吃了灵，我吃了就不灵了？事到如今，还有一偏方，你可别先主意搜。偏方治大病啊！得了，这番啊，还真搜。我不先搜，额娘，您行行好吧。再怎么说，我也得抓住他的心呐。我不然往后咱们娘俩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。那今天收个银杏，明儿再带回个苦杏，那就跟三爷啊、五爷、七爷似的，树倒猢狲散。额娘，良药苦口，您说出来，您说出来，我准照着您画的那道走。我也是胡说，有病乱投医。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还多呢，您说我就信。谁在那儿呢？隔墙没耳，您放心吧。干脆啊，抱一个，抱，嗯，抱。那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他能跟我亲吗？当亲生的养啊，不说破了是一样。再者说了，有了这个大的，背不住就引出个小的来呢。你还年轻，不愁自己不能生养。咱们这不是为了救救急吗？万一寿元再娶进几房如夫人、侧福晋的，那可就热闹了，你哭都找不着坟头。怎么样？这跤摔的差点把孩子给摔掉了，两个多月了，可得小心呐！哎，小心，小心。大妈，您辛苦。哎，好好保胎，等到十个月上还是我的事儿。一刻不凡二主意，准请您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大妈，大妈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回去伺候你媳妇儿去吧。哎，不，大妈，我有事儿得跟您打听一下。啥事儿啊？这现在能不能看出这孩子是谁的？谁的？你的呗。什么话呀？都住在一条街上，可没听说你媳妇儿有什么歪的邪的。您说的对，我胡说的。那好，等孩子落了地儿，你好好瞅瞅，跟谁一个模子刻的。哎，谁的主意这是？你别打听了，就说行还是不行吧。辛亥那年，你不也是给我出过这馊主意吗？你让我揣个枕头搁肚子里头，你忘了？当初那不是死马当着活马治吗？如今也一样，我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吗？现如今哪找那么合适的孩子去？不要现成的，就那刚怀上的俩仨月的就行。那谁家的孩子舍得呀？还不得狮子大开口？哎，你除了认识钱，还能认识谁呀？放心，哥哥我绝不会水过地皮湿，全是正用相。那我把这事儿托付给你了，
你能让我相信吗？哎呦，就仨字儿，请好吧。还有一节啊，这事儿不许走漏任何风声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要再有别人知道，我就是这个变的。说话算话。得嘞。哎，恭喜王爷。哎，你可别告诉我谁又复辟了，要复让他自己复去，这回没我的事儿。恭喜王爷，福晋是喜脉。啊？那您得把我爹。福晋。福晋，额娘，你有喜了？真的？瞧你这当爹的，还这么沉不住气啊？我高兴，他比我可沉得住气，不显山不露水的给我怀上儿子了。哎，可惜呀，我阿玛没赶上三代同堂。额娘，您后半辈儿有伴儿了。我可不敢保证生个儿子。没关系啊，阿哥格格全一样，只要你生，会生儿先生女，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，女儿一样。儿啊，额娘有句话要交代你。您说，儿子听着。这以前的事儿呢，咱就不说了。再过半年八个月，你就长一辈儿了。这以后说话办事儿啊，要想着老婆孩子，也不能顾前不顾后了。金玉良言，我听着。也不许在外面沾花惹草的啊！您儿子没这爱好，不信您问福晋。额娘是提醒你。嘿，你们娘俩放心，以前我没有，往后更没有，我呀就一心一意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了。打倒卖国贼！打倒卖国贼！军训法军二十一条！军训法军二十一条！把徐志昌照片给砸了！对！对！查清了，把玄儿通电发出去的，就是这人。他人呢？外头候着呢。叫他进来。陈生，哎，这通电是你发的？发到上海，发到广东了？这是按加急收的费，是现金交易，晚上没有理由不给发呀。你混蛋！你为虎作伥，总统查下来了，要严办。可晚上真的不知道啊。你被开除了，你给我滚。我滚。仓财仓。大把来抬仓，大把来抬起抬一个来，仓儿冷仓来起抬仓。哟呵，嚯，王爷您好啊！我去瞧瞧福晋。去吧，你是得勤伺候着点儿，要不然将来孩子出来不会管你叫舅舅啊。啊，哎，是是，哎，您说的是。仓财仓，大把来抬仓。福晋。找着了，哎呦，您别急呀，人托人，得转好几道手呢，一时半会儿找不着那么合适的。哎，你这干的叫人事儿吗？我上墙你就抽梯子，到时候十月临盆的时候，那孩子出不来，不就成大笑话了？我可显不了那颜，还不如说实话呢。哎呀，福晋，哎，福晋，哎哎，福晋。我让厨房做了点莲子羹，清火的，你火的，来，快喝。我喝不下。不行，我喂你。王爷跟舍妹真是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呐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这儿没你事儿了，走吧。啊，有事儿您吩咐。别忘了我那事儿啊。啊，哎，忘不了。哎，你让他帮你办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吃点酸的，
我让他给我买点大白杏儿来。嗨，那还用得着他？可也别说，他呀，也就能办点的这种事儿，大事还别找他，不是办事的衙役。反正我娘家人啊，全都被你给看扁了。得，咱不抬杠。你可是有功之臣，我可打听了，你呀，不能整天这么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，得下地活动活动。来，走，下地。我没劲儿，我不想动。我搀着你啊，你起来不起来？不起来我可掀被子了啊！咦，啊！慢点啊！哎呀，回来了，快洗把脸吃饭吧，就得。就这破饭，你打完要饭的还得挨要饭的一顿骂呢。你又喝酒了？我又没喝你的，我喝我自己个儿的。坐下，来，趁热。不吃，说了不吃就不吃。三个。